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将部队拉到海拔4000多米的陌生地域，展开机动作战演练。演练全程按照实际作战进程组织，机动过程和进攻作战紧密衔接。部队刚刚机动到指定地域，就接到进攻作战指令，各分队快速组成火力打击、伴随炮兵、装甲突击等多个作战集群，占领阵地。宿舍迫击炮，请注意，进入炮阵地。随着射击命令的下达，火力打击群分别采用多种射击方式对地面目标实施火力覆盖。防空火力群快速锁定低空目标展开抗击，随后装甲突击群联合步兵突击群，通过立体打击、分割围歼等手段摧毁剩余目标。演练中，战场机动、转移阵地等科目连贯实施，官兵仿佛置身真实战场，始终保持紧张状态，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敌情，做到拉得出、上得去、打得赢。